不会吧，我不可能让岳父上台吧，有可能吗？啊，终于上台了，真的没上台的每一分每一秒我都好紧张，他真的一直在很紧张。好，我们先打个招呼。大家好，我们是我们是，而且我觉得最神奇的一件事情是，今天不只是我们三个人站在一块，还有我们的小妖狗，真的三加一。昨天有去产检，那产检的医生就说，哦，他的子宫颈还很长，所以不用担心，明天会在台上破羊水。对，因为我之前就跟他讲，我说大不了我就是台上破水，但不用紧张，因为破水离生产还有一段时间，给大家就是科普一下一些健康教育这样。对，不要紧张啊。所以就算你们等一下看到，哎，好像怎么样，也不要慌张。好，我再慢慢的去医院都 OK， 而且这里已经有一个有经验的，放心，我可以帮忙。但是更好的就是我昨天产检医生已经确认过了，所以很安全，安全的在台上可以尽情的演出。对，我就说他那个子宫颈很长。哎，你刚刚讲到两个关键词吗？哦，没有，我们今天就 talk show 完之后，我们就是穿得很漂亮，路过小巨蛋而已，你们知道吗？怎么可能？连子宫颈都引颈期盼了，你们不期盼吗？你到中间来好了，我不是因为你肚子很大。我跟你讲，其实我没怀孕之前肚子也蛮大。其实怀孕的好处就是，像我刚下午吃便当，我想说啊，不勒惊啊，四五吃很饱也不会觉得肚子很大，因为我肚子就那么大，好乐观哦。好希望那个小妖果以后也跟你一样乐观，也会一样乐观。我觉得看世界就是像 Ella 在生那个静宝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在，他就邀请我们去他的产房，所以我们在那个摇滚区的对第一排，我就真的是看到第一个看到静宝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他的那个黑色的黑压压的头，头到天庭盖的地方，他的黑色头发混着我黑色的毛发。我们生产节目是要没有，因为我走温柔生产，所以就是没有任何外力介入，所以那个时候招生就说我看到头发了，然后我就往那里一看，我说哪里有头发，不都是我的毛发吗？那妈妈真的是就是很伟大。你觉得静宝听到他习惯了，好了，小孩子的那个学习能力跟适应力很强的，对，好不好？好。然后我觉得我们是第一秒钟，对，第一秒钟看到。然后我觉得在生命中重要的时刻都有彼此陪伴，是一件很幸福的事。对。那虽然我没有进产房，可是我觉得演唱会就像我的产房，所以是很开心你们陪我一起，跟你们一起见证着这所有一切。那我们要不要预先也先在这个地方，我的产房，先预习一下，预习一下，让小妖果听一下那个时候。你们想要听歌吗？我看他们比较想听我们讲话，真是。你们有要再听吗？要啦，我确定要听这首歌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其实对于每一个灵魂来说，来到地球上就是来到一个新的世界。哦。爱存在这美丽新世界。我习惯自信的感觉，我看见你微笑像天使，这就是爱的奇妙。我愿意陪在你的身边，让心跳不会变老。欢迎来这美丽新世界，让眼动一个一个世界。谢谢，谢谢我的姐妹，谢谢。